就是很开心啊，就是家人也替我开心，然后学长他们就是有他们，我才能得到这个奖项。还好，就是从第一场预赛开始打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想说要拿新人头，就是先把五花的冠军拿下来比较重要。就是在高中的时候，高三的时候有压力，因为我们高二的时候是拿冠军，然后高三那年大家也都很看好我们，可是我们拿第四那年就是让教练很失望，然后后来又因为受伤都没有比赛，然后到大学预赛第一场也是我中间到现在休息到现在的第一场比赛，然后也是会很紧张，因为毕竟是从最小，然后到大学，高中是最大的，现在到大学又是最小的，就是会怕给学姐会是拖累他们之类的，对啊，但就是姐姐都给我很多的信心，然后鼓励，每天就是一直拉我，一直拉我，才会有今天的表现。投篮吧，因为教练就是教练觉得我投篮感觉很好，然后就叫我一直投，这样就是给我很大的信心。想感谢的人是谁呢？就是谢谢我学长啊，对吧？然后还有教练，还有家人，还有来帮我加油的那些朋友，还有球队。